加油哦，加油哦，上场了。昨天看彩排就特别棒。我们先跟镜头打个招呼好不好？来介绍一下你的助理嘉宾老师，也介绍一下自己。那个就是我的助理老师刘宇老师，非常感谢他，真的，他介绍真的帮助我很多。我是一直榴莲那个北四班来自。刘宇也跟大家打个招呼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特万刘宇，今天我助力的是超级棒的榴莲同学，加油，加油。这边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洛，然后今天我助力嘉宾是太一老师，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，我觉得他其实就像世界上另一个更好更成熟的我，所以今天我觉得非常的有信心。自己是吗？那上一场就是对不对？来了之后，对你来说还是有很大的那个压力了，所以有什么话想对刘宇老师说吗？有没有？Never give up， 有没有？有吗？加油加油，你要加油加油！所以这个手机壳也是刘宇老师同款是吗？他已经换了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之前是对不对？对，之前是我试过换回来。之前为什么用这个手机壳？因为心有灵犀，我知道他可能会用，然后我就用了。你想给他加油吗？给他加油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这样，太医也给我们的洛尔加加油，好不好？榴莲，听说你这次表演有舞蹈的加成部分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。嗯，还是很紧张的，因为第一次在舞台上跳舞，但是有刘宇老师在，然后我就安心了很多。听说你们俩这个舞蹈当中有很多的细节都是刘宇老师亲自排的，那么两位能不能剧透一个动作给我们好不好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剧透一个哈。好，我就这个动作已经是那种会让人会想到这首歌曲的曲风哦，所以看两位的穿着，我们也好好的猜想一下，等一下那个画面感，好好的给一只榴莲和我们的洛尔来加油了。那刘宇还有什么话在上场前想对自己助理的同学一只榴莲来讲？放轻松，相信你是最棒的。相信是最棒的。那放轻松同时，我们节目组也给你们准备了惊喜礼物，请听语音。小洛尔，小洛尔，加油！小洛尔，小洛尔，加油！我是小豆榴莲，按照你自己心里所想的去做就行啊！我在家里现在给你打 call， 加油！加油！带着同学们的祝福，老友的祝福，好好的加油好不好？考试顺利，加油！加油！这边请，加油！谢谢，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太一和我们的 Into One 刘宇。